我自己认为可能就是让大家嘛，观众啊，然后我们其实都在不顾一切的去完成某个事情，就比如说就是开演唱会啊，可能我们都是在为了某件事情而去不顾一切的去做。就是让我们不顾一切，就是比如下雨有伞不打，就是不顾一切嘛，不怕雨水的冲刷，也不怕那个伤病的侵略，对，就是不顾一切的，就是拿着伞冲在雨中，但是不打。觉得呢，就是不要在意其他的东西，就是做好自己，不顾一切的往前面走，一定要一起加油努力，我们一起。对我来说，能让我不顾一切的，应该就是自由。为了自由，可以放弃一切。自由这个东西就很珍贵，我觉得高于一切。就是青春嘛，只有一次，就是要不顾一切去闯一闯，不留遗憾。就不顾一切，就像比如说，有时候下着雨，我要穿着卫衣下去打球。就是放下所有，不顾一切往前冲吗？首先，让我们这三个字其实可以适当的省略掉，这其实重点是在不顾一切，不顾一切嘛，反正就是首先就是不畏惧嘛，不畏惧一些困难啊什么的。怎么来形容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的一个正能量、积极向上的东西，然后可以让大家去学习的一个东西，不顾一切。就是感觉很多时候都会说这句话，很多语境下，就比如说消防员救火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种心态，就是抱着这种不顾一切去拯救大家的这种心态吧。然后这是比较大的层面，小的层面可能就像比如说明天要体育考试了，然后就是不顾一切往前冲吧，这种感觉。不顾一切，就是可能会就不让我们有这么多的顾虑。不顾一切吧，就是有得有失吧，感觉就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然后去放弃某些东西，就是不顾一切那种精神。这让我们不顾一切呀，字面意思来。或者说，就是你为了自己的目标不顾一切。不管做得如何，向前冲就行了。感觉挺平淡的吧，现在可能也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因为其实感觉这次感觉比上一次还要赶时间，就感觉就先挺过去吧。就是你还是有点慌，因为这次准备时间比上次还短，然后我节目比上次还多，好像。什么区别变化？就是努力，就是做好吧，没什么变化，就是感觉更疲惫了一点。反正就是觉得什么叫更轻松、更放松一点？舞台上面应该会吧，就是演出的时间就离得很近，然后就是感觉跟家常便饭一样，就是感觉可能就会更适应，就是很快的、快节奏的，就是上舞台。没啥变化，心如止水。紧张有什么用呢？不紧张又有什么用呢？可能稍微要疲惫一点吧，还没有完全的缓过来，但还是会尽力的。这边我觉得大一动，哎，脚不对位置。就是这次时间没有上次多嘛，所以这个心态，就是可能得加快的调整到那种要进入表演的状态。可能昨天才就是可能稍微找到一些，就是没有上次进入那么快。就是他，比如说，假如就是说，别人他心情比较抑郁，他就是那种比较就是那种小调的那种头型。然后呢，比如说，但是呢，他可能外面的环境就是可能不是完全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阳光，会有些反差那种。有区别，我感觉上一次准备的要充分一点，表演的每个方面都可以顾虑到，感觉表演起来要轻松一点。这一次，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短，
然后很多节目也不是很熟，虽然不是很熟嘛，但是只要注重表现就行了。其实两次就也就没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心态比上一场更加放松，因为上一场第二天的时候已经感觉已经挺享受了，然后呢也只过了两周嘛，所以说现在也没有特别紧张。更加激动，然后也更加的就是慌张，就是比较紧张啊，毕竟时间已经一分一秒的过去，对吧？然后激动呢是因为每一次都能和大家见面。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可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折，慢慢的人啊，会自我折磨，就感觉要轻松很多吧，因为毕竟也演过好几次了，然后呢这种比较大的场面也是经历，也算经历过了吧。然后其次就是这次压力呢可能相当于上次也小一些。压力心态可能没有上一场那么紧张了，但是还是非常紧张。感觉好像上一场演唱会就在昨天，感觉这次挺紧张的，比上次更紧张了。然后再就是心里边没底吧，就是可能准备时间有点少，上一次可能有一些表现得不太好的地方，然后这次就想改进。更放松，主要是想的是哪里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完事想的是哪里自己要设计一些小东西什么之类的。其音乐想的都是些怎么把舞台做好，想的不是说什么好多节目好多人这些，就是享受舞台吧。现在感觉不紧张了，不紧张之后呢然后更有信心了。要快，你要快，你后面肯定抬不了。再出到这儿了，哦，对，没有那么多。很多，挺多的吧。
因为其实就比如一些唱跳啊，还有我们那首新歌，因为新歌其实我们才前两天才录，就很赶，然后我感觉有种可能会忘词的感觉。逃亡公路算吗？毕竟是新的原创的节目，就比较喜欢，自己的歌肯定喜欢嘛。刚刚没有听见，明天就要演了。逃亡公路也挺有挑战性的，昨天 demo 才下的，明天就得演。就这次因为时间很赶，所以说那一些程序都走得比较晚，有一些东西来的就，但还好习惯了特种兵式排练，你知道没有什么现在能让我感到焦虑的东西。逃亡公路，因为毕竟说唱嘛，让我们不顾一切去逃亡彩排，包括最后那个连排，所以舞台下的我觉得这个是最放松的一个，就是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舞台和其他不一样，我就感觉这个表现的比较轻松，而且感觉收放自如吧，其他的舞台就精神有点紧绷了。虽然这个词我其实也没太记住，但是记得大概，然后主要是唱说唱那个感觉就会让我很放松，然后觉得这个舞台就相对来说要好一点。我们是掉你背，红心倒映你 face， 我们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箱丢在 freeway。 我们是掉你背，红心倒映你 face， 我们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箱丢在 freeway。 Tell me what is righ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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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hat is wrong？做这个歌曲是我们一次别样的旅行记忆给我们的灵感，旅行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车上，他们在这公路上所有人都没有带动，快到终点搜索街边的服务站，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白天到晚上到凌晨，我们所有人就一会儿在车上发疯，一会儿又在玩游戏，一会儿又都睡着了。无论是掉入你背，红心倒映你 face， 我们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箱丢在 freeway。 无论是掉入你背，红心倒映你 face， 还会在休息站里搜过所有的零食，最后到海边的那天我们去吃了东西，骑了车，玩得真的很爽。上车不？上车不？走噻，跑到前。没事，给一半儿还。Let's go， 未来没有荒废，好快本来相对。一开始就不想把这个调子写得很沉重，生活就是要随机应变和享受。整个旅行下来，其实我们虽然看起来很狼狈，但是很开心，因为和兄弟们一起嘛。所以旋律和词曲都是觉得只要大家在一起，再多的困难也总能克服。我们一起逃到对岸，不想逃避，不想被溃烂。我所畏惧是我的水准，找到真实的自我。Yeah， I be myself， 还懂了什么是未来，拒绝悲剧是精彩。所以
不需要自由自在，问逃亡在公路，追求在眼前，现在是在黎明的尽头，与海平面平行着走，像暂时模糊视线的焦点，让灵魂自由飞翔在天边。无论谁掉入你背后，心到你飞，我们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笑，丢在 freeway。 无论谁掉入你背后，心到你飞，我们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笑，丢在 freeway。 Tell me what is righ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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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wro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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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doing right, I, I, I. Don't you tell me nothing.然后还有一些唱跳啊，比如说亚米啊这种，可能就改了几个版本吧。然后呢，其实更多应该是一些舞蹈吧。最喜欢的可能亚米吧，对，但是哎怎么说呢，主要是当时那个舞也没就是也没就学了好几个版本，对，然后每个副歌也不一样。就感觉没什么好期待的感觉，就是很混乱当时。但现在就是最后理下来的感觉是大概清楚一些了，对，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混乱。其实应该会好一点，就说，然后正好就是也是我偶像的歌，我觉得就是也挺喜欢的，对，很期待。就我觉得这次的每个舞台都具有挑战性，对，最喜欢的舞台啊，可能就亚米吧，这首歌挺好听的。最有挑战性的就是亚米，因为这首歌比较难，因为跟他这个主题相关嘛，就是他比如说他那个大屏幕会倒一些就是元素进来，比如说这段是要可爱一点，或者这段是要就是什么性感一点什么的那种，就是反正他会有一些变化，会比其他的这些节目层次要多一些。乐器我们这次有那个乐器大秀嘛，然后其实因为也是感觉有点匆忙，然后呢感觉也没有练得很熟，可能会有失误。挑战性的，准备到就是可能，反正就是不充分嘛，但是都准备下来了。可能乐器大秀吧，因为感觉那个就是特别的难，感觉那个特别速度就是特别的快。先放下，先放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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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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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就从来没弹过就那么快的速度，而且就是在来大连前几天学的，我感觉脑子都快要烧掉了。哒哒哒，怎么了？好了，对，软鼻子，软鼻子啊，对，就是。对我来说最有挑战的应该是那个乐器秀，因为但吉他 solo 是挺难的，因为我以前接触这方面的也比较少，然后对我来说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且学的时间也很短，就是前两天学的，然后可能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学的，然后时间也比较紧促。最喜欢的舞台，啊 ，Butterfly 吧，因为感觉这首歌非常热血。然后呢，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其实也希望自己的情绪啊，包括也都能兴奋一点嘛，因为这首歌就是我觉得可以燃起来。Butterfly， 就是主要是我跳得很嗨，到后面可能就是没有力气唱了，比如单独一直在一直滑。在无限梦想也是终点。Butterfly 应该还可以，就是他乐队节目。然后我第一次打那么快的架，165BPM 是我第一次打，然后有很多花也是难度比较高的，能那个打好了还是蛮不错的，就很有氛围，因为它本身也是数码宝贝的里面的一个歌曲，受众比较广，大家一出来都听过这歌。感觉这个比唱跳难度高，有点难。打完这一套舞下来，可能跟洗了澡似的。那么啊，很累。算最难的165的速度，这是我到现在为止打过最难的。然后要到什么更难？我之前说的是弹奏速度是最难的，那都是最难的，跟不上元素，跟都跟不上吗？跟不上元素，加六次可以。我也是，我是95能勉强顺下来。solo 反正就对着弹嘛，对，我们两个交叉交叉走，可能我走到这边，你走，我在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讲述的一群被选中的孩子去到一个被数码病毒侵入的世界，不断进化升级，去解开控制这个数码世界的谜团。烦心的事放在一边，如果忘记那也无所谓，已经没有多余时间可以浪费，
这儿的音乐真的很热血，就是一开始就感觉你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然后背负着重大使命，用自己的能量开始震碎这个世界的感觉。而且你始终是有一双翅膀在的，翅膀轻轻一扇就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一下子又让人联想到了之前的蝴蝶效应，一点小小的力量，在这个之后有着连续的重大的深远的影响。蝴蝶展开双翼，一路迎着微风飞行，直到我和你相见约定不再分离。对你倾吐我的心意，没想到你真的愿意陪着我一起沉浸在幸福的旋律。好想用我我我我我什么声音悄悄从这街角响起，而现在我我我我我不想再空等，让憧憬变成泡影、在无限梦想延伸后面，纵然世界在虚假多变，不应该一瞒欺骗，抱着的过且过了，想法太可怜，相信希望有天会实现，珍惜难度和重重考验，朝着梦勇往直前。 Oh my love， 输给自己，有你的美丽记忆会让我更努力，相信爱永远不会窒息，即使偶尔会遇上难题，一定能化身唯一。 Oh yeah， 在无限梦想延伸后面，纵然世界在虚假多变，不应该一瞒欺骗，老着的过且过的想法太可怜，相信希望有天会实现，珍惜能度过重重考验，朝着梦勇往直前。 Oh my love，大概吧，因为这个也算是经典重现嘛。然后呢，其实这一版就是我们也怎么说呢，相比上一次就也是改了一些比较微小的地方，虽然说改的不是很多，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挺喜欢这首歌的。我觉得我蛮多节目都挺难的，主要是每个节目都有那么一两句很高的音，比方说小公主，小公主的那句守护你，
然后比较喜欢的舞台就是我复刻了之前那个小公主，我比较喜欢这个舞台，因为上一次唱歌的时候还是很小一点，然后现在又唱的话就感觉那种回忆涌上心头啊。然后再就是这歌确实对我来说唱起来比较舒服，然后所以说比较喜欢。然后再比方说沙普兰，他们知道你是你让我找回自己，就这句也挺高的。情非得已，就后面转调了嘛 ，C 调的那 D 调。把我的心归还给你，不要让你心中的猜忌。那这个呢？挑战性的舞台就是那个乐队了，情非得已。情非得已特别有挑战性，因为呢时间短，而且它的内容很复杂，全都是离调的和弦。玩乐队又不跟别人，你要说别人玩乐队我跟不上，大这个他最后一句的手都打冒火了。他为什么这么乱？后面有三最少三个 program 的东西跟着一起唱。有这样深入爱的陷阱，你三个全被给我压住，那他这个蹦嚓蹦嚓蹦嚓不白打了吗？对不对？好，再见。连名带姓也挺有挑战意义的，就这首歌就是很难把握好那个力度，就有的时候高音就是不容易用力过猛，但是又要收，就当时练的时候就我们两个就必须得特定姿势怎么练。从你远方。
一直那个表情管理都没练好，当时就是我坐在那个凳子上，我必须得双腿打直，然后歪头，我闭眼。所以这个歌是我所有曲目里背歌词背的最快的一个，因为我没法睁开眼睛看歌词，就是我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唱，然后就导致我这样唱才有那个感觉。就不知道，因为当上课的时候可能就摆出了这个姿势，然后唱到这段的时候就是这样唱的。过去坐下，是不是搞忘了？我觉得笑一次，第一段覆盖就走过去坐下了呀？可以啊，可以啊。脚出来了呀？啊，好了，知道了，我开始吧。要纯测吗？要纯测吗？就这边。双人舞，昨天才把舞学了，时间真的还蛮重要的。如果想把一件东西做好，就现在感觉就很像在保证数量，然后大家都尽力的做着，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家都尽力，但是因为时间它确实就摆在这，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我们，大家该熬的都熬着的，再扛的也都扛着的，但是你知道吧，时间它就只有那么十多天。Okay.
我觉得有一点就这是 battle 嘛， battle 又是章子怡和张吉，然后他们两个就可能这是一个声乐 battle， 然后又是这种弱打强，然后就是看有没有机会战胜的那种局面。对，局面没有任何变化，可能只是我和左航表演的节目，就表演的这个节目的元素可能跟那个另一个那个和朱熹那个全大走有点区别。和上一次心态一样的，就不把它当成 PK 的，就表现好这一个舞台就行。就我都没有想到这个双人 battle 舞台有我。当时师哥我说我和左航一个舞台，我们俩以为是说唱，我们还有点激动，结果发现 battle 唱歌，然后就这个心情起伏还挺大的。又得准备编曲，又得编舞，又得学舞，然后又要把一些乐器各种东西排练起来，合到一起弄，还得彩排。作为一个正常的舞台来说，我觉得上次不是也蛮赶的吗？但是我觉得哪怕用上次的时间成本来做这一次，我觉得都会好很多。但是真的这次太赶了。左航当时说，他说我们两个平时本来的那个应该是战友，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就感觉有一点不对劲，就是感觉这些动作有点不对劲。这个真的有点奇怪了，两个男的我不敢，我就感觉有点奇怪。反正我记得之前排舞的时候隔这么远，那我感觉好了，放弃都行不行？但是不得行，这么有点急，有点急。哦，懂了，我再来，我搞时间来得及，我知道啥的。他都一下子在讲，对，还行，没得那么急，得不得掉嘞？那个。应该不得叫，应该很轻，那个很轻，会，我感觉应该差不多这个。拉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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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个来一个喊，刚刚都没跳错，然后还有最后那一段，看不出来刚刚没跳错。心在幻想你的每个回答，血红了的脸颊，时间定格了光，你每个脚步都懂我的假装，我多一秒
看一场电影，或是你的目光。Hot hot baby, we can city of the night。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You wanna sa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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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and baby girl say okay okay。身体贴近我，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那就是啦啦啦啦啦啦。Baby girl, say OK OK，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就深深坠入双人舞，忽略彼此，慢慢欣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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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挑战的是初之词吧，老实说，这是一个比较青春校园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从来没有青春过，就感觉挺有挑战性的。因为我感觉我看着都不是一个很开朗的人，我说看起来，不是内在。改光是吗？你们听一下还是？不是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行了。我觉得他是小陀，就是现在你俩是小陀，然后之后的话说你得跟我们是一起的第二天。我觉得最具有挑战性的应该是初之词吧，因为关乎许多。你们今年走到六左右，然后右手 M 不可以上一天，左右左 OK。女团吧，女团是因为太久没跳女团了嘛。初之时，右左上下，最喜欢的舞台呢？除了情非得已都挺喜欢的，初之词吧，因为这是一个女团舞，然后呢是对自己来说比较有挑战性，因为有挑战性所以说才喜欢，因为是一个不同的风格吧，基本上没有尝试过这样的风格，然后尝试了一下这样的风格感觉还可以。出来，二三四五六 ，OK， 这边这手都比这边少一点点。有一二三四 ，and 五六七 ，and 八，一二三 ，and 四 ，and 五六 ，and 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and 一。无与伦比的美丽吧，主要它是阿卡贝拉，你让我一个不太怎么会唱歌的人去唱一种这么有难度的阿卡贝拉，我觉得还是有点挑战性。只要我稳得住，那应该为大家提供的呈现效果应该是很好的。最具挑战性的就是那个阿卡贝拉，无与伦比的美丽，因为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风格嘛，然后对音准的要求也比较大，然后它需要你就是会听，然后还会唱。
这个是有难度的。你若担心我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我若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无与伦比的美丽就是阿卡贝拉，就是我们当时拿到那个和声的时候有14页，然后也没上几节课，但是其实现在也还好，就没什么大问题，也没什么小问题。这里呢是他们之前跳过的，那时候我还不在，我还在激战中考，激情备考。然后这个算是我自己半扒的一支舞，自己扒的，然后也不算完全自己扒，就一半别人教一半自己扒的吧。然后还是挺有成就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希望能和就是大家跳的还原度还是比较高吧，希望还是能有那一样的还原度。花房姑娘也还行吧，因为怎么说呢，也是老歌新唱嘛，完事儿这个风格，当时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当时还有点懵，但在那想为什么这首歌会拿来当做 battle 曲。那个编剧出来了之后，其实觉得也还行，就没那么粗犷，现代一点，流行一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惊奇像是给我怎样。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姑娘。
那个头伸出去，然后支持身体在上面，好不好？稍微往下面走一点点，然后明显你看，然后其他人在后面，就不要露出来，玩就可以了。OK， 你也做造型。要不要这儿再给你开一下？老师还可以适当再往下再挤一些，往下吗？对，再往下挤，这样。哎，他这个好卡胸啊！对，这边卡住了，得再往下一点。那就把上边再给它扩宽一点，其实应该就好了。对，因为我这是要撑伞。对对对，这个直接扔掉，好吧？这直接扔掉。这个红包，红包是重要的，然后基本上就是要养。就最后还不唱一首，但你全部都，你能慢慢的抬得起。你先挠一下，看看。让手指动，手指。然后它不会整个手一直都在摁，可能是单手指或者是。对。他这个烫。
点我盒子准备啊。好热闹。它这应该会有点烫。是的，不过今天烫倒不烫。先说最喜欢的吧，最喜欢的可能是彼得潘，因为
挺喜欢这首歌的，而且又是那种穿着熊的衣服，感觉就很享受吧。然后呢，也会给观众带来开心吧，毕竟穿着熊衣服跳舞。喜欢可能还是这个彼得潘吧，用彼得潘可以放开了跳，完全不用在意看到我的表情管理。然后整体可以纵身拉开，然后往外打开。那一段记忆在心里继续玩闹，那对你的心交给了我保存，附上你的亲吻，在你的身边心就像飞向云彩，我为你的公主你比温蒂更可爱。新的彼得潘离开你有一天孤单，回到我们本来温暖，剩下的剩下比较喜爱这个节目，还有那个 Get Ugly 这两个节目。因为剩下的剩下，这个你问我 why， 因为我喜欢，我特别喜欢。不是，我刚是失误，其实我会。哎呀，纯菜，大家都纯菜，二十岁就纯菜，哎呦，帅哥就算了，我感觉。预告，预告啥子？你在无赌足球要看跑啊？好好，这句话好好好，今天抓球，哎呦，你可真个大，篮球，哎呦，你这是篮球弹琵琶。足球两分，篮球两分，足球两分，篮球两分，是吧？王一涵，打篮球的我呢？正在练，从小学生之外跳的篮球。
应该足球场，那种还有那种足球去。我之前训练过那个动作，我也是。我之前训练过那个动作。好多黑呀、啊，我。你顺一下，挑了个后脑勺很痒，就很想去撞。今天刚挑的吗？昨天。黄硕。对了。舔干净。哇，嫩个优美的弧线。舔干净。不知道，看缘分，就是可能到时候又就是因为某种机缘巧合，或者说就是可恰好就跟他分在一起了。那可能是和张吉吧，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一般是纯唱节目，比较方便。就毕竟我们两个在一起应该是唱要好一点吧，然后也有很多次合作嘛，就是根据之前的经历来说。是都可以，就是只要大家一定能一起完成好这个节目，我觉得就是 OK 的。但是如果就是不能一起就是去完成这个节目，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好，我觉得就是不太 OK。对，我觉得那你也要看类型啊。你看像我和张俊豪两个人合作那双人舞，我俩都觉得这歌很一般，我俩宁愿自己写歌。我俩就是选曲也限制了很大一部分空间，其实这个东西不好说，这东西有很多个人选，就选起来都还可以的。双人舞台啊，不知道。其实很久之前就是一直跟朱时清合作嘛，然后但是呢，到了后面就是感觉没有怎么合作过了。所以我觉得有个机会的话，还是想给朱时清合作一下，因为我们俩毕竟默契也挺足的。那你得看是什么舞台了。如果说唱肯定是左航，哦不，那也要看，就是这个说唱的风格。如果我和朱时清的话。那这个风格可能就偏舒缓一点的了，就是像全拉走这种说唱了，包括这次 Letting Go 也差不多嘛这种。然后我和张子宇估计就他肯定唱旋律嘛，然后我说唱就是这种旋律和说唱的，然后我的左航就肯定就是 Trap 了。不，当然也很多嘛，只是说我们两个可能偏纯说唱一点。不知道，没参加过双人舞台，都可以，选不出来，我真不会选，都想选。因为都好，我不知道啊，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相似点，对，然后可以互相的磨合的更好的一个 partner。左航和张俊豪吧，还是选一？那左航吧，因为之前和他一起跳过舞，舞台上的灵活性也非常的高，感觉可以和我一起疯，一起发疯。我最想和恩仔合作，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只要能和他合作就是荣幸。我选一个，我不知道，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但是之前就是跟玉哥就是说要不一起唱点啥，然后最近也听见跟玉哥一起唱首歌的，就姚雨辰嘛。最想合作的成员是佟毓坤吧，因为我跟他都是唱歌的嘛，就是最近发现他声乐其实进步还蛮大的，然后
他就是高音就比较顶嘛，然后我跟他完成歌曲的话，可能因为都是唱歌的嘛，可能就是配合比较好吧。声乐，张泽宇或者孙浩吧，张迪也行。舞蹈，朱日清和孙浩，张俊豪吧 ，rap。两个人的乐队，张泽宇吧，毕竟电吉他嘛。相对来说的话，想跟苏哥、孙金浩合作，因为会想和比较强的人合作。最理想的出道人数是几人？我不知道，哪几名？觉得首先肯定是希望自己，然后其他的，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因为毕竟还有一年，然后呢，肯定这一年我要经历，就是肯定感觉应该会经历一些类似于就是出道战吧。你要说理想，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首先肯定不是全部人，然后肯定也不是一个人，就是现在觉得不想思考这些问题，只想把现在的舞台做好。看法就是要决出最后的出道人选呗。所以就是我刚才说过，就是不可能是13个人出道吧，所以说就是在这之中肯定就会有淘汰，就是优胜劣汰，就只有强大才可以继续往前。还没想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出道的话，可能会回重庆，就回我自己的家乡嘛。然后呢干嘛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应该可能是上学。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呀，主要是肯定是单数嘛，好排队形啊，好占位置啊，七吧，就是自己肯定要算到里面。那我还是把自己算进去了，想法还是要有的，对吧？这个想争取到的这个位置还是要有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真的很难，老师。一个一个说嘛，我刚才不是说和张吉嘛，那就有个张吉，对吧？就是有个还有一个唱歌的嘛，就是配合起来比较方便。苏信浩，对吧？就是唱跳都比较不错，还会编曲，还会作曲。然后朱日新长得帅，长得高，跳得好，两个唱的两个跳的，再加两个说的。张俊豪左航就是作词能力非常不错，那就跳雨涵吧，顺眼。女团舞跳的好，就是挺残酷的，就毕竟涉及到淘汰，就是可能队友或者是自己会走嘛。就你提到淘汰这个词，就比较难受嘛，对吧？就你提到淘汰了，就应该也不会有人兴奋的起来，就是不会有人比较开心吧。就是还是要有一些压力嘛，毕竟就相当于不是安安稳稳过嘛。不是你肯定会怎么样，是你面临的淘汰，从你们选择，对吧？
就还是要加油嘛，先好好学习嘛，毕竟学习落了挺多的，学习最重要的，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向可以发展嘛。就是没怎么想过嘛，就是可能以我的性格，可能如果没出道的话，看能不能参加点综艺节目，对吧？就是活跃一点，你不能啥事不干嘛，你啥事不干肯定再加上没出道的话，肯定越来越那啥。是感觉人也还是不希望有太多的是人，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你也不能说定，对吧？假如有一些人就是我们可以共同进步呢，可能在7个人左右吧，因为还有1年的时间，不知道谁会有更多的进步，谁会退步，所以说没有走到最后那一刻，我也不能说谁，就是说谁谁谁就可以是，就是在我的就是那种什么，我认为的就是出道名单上，我自己认为的，就是我也不能说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就是一年中就是来评判最后出道的人选是谁吧。好在在我这感觉就是没有什么看法，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是说了，就是感觉有时候回想一些，就是比如说跟大家一起玩闹的时候，或者是一起干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感觉就是大家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在有一些，就比如说有时候那种考核或者是什么，就是怎么说第几名第几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很不喜欢这种竞争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很没有必要，我觉得就是没必要，就是说你唱歌比我好，或者我跳舞比谁好这种，就是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说出来也没什么太大的必要，你非要摆在明面上说，反正我觉得就是没什么必要，我觉得就是大家心里都清楚，不知道那就听天由命，反正是也是会继续待在这个公司。七，最佳出道人选朱志鑫、张泽宇、张吉、左航、苏新浩、张俊豪、于涵，凭直觉和判断和多年以来的观察没有什么看法。我还有什么看法呢？进行就进行呗，还是心如止水，以不变应万变。我去读书，读书也是一条出路啊，读书是比较好的一个出路了。如果实在不行，我跟我爸学理发也不是不能养活自己，你要这么说。但我觉得读书能读出去的成功性还是蛮大的。你不知道，我觉得确实挺残酷的。你像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练习了，做短的也有5年，长的也有7、8年了吧，我觉得反正少一个都挺可惜的，就是少一个朋友都挺可惜。但是呢，虽然这个赛制还是这个样子的，反正我就是觉得，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怎么说嘛？我希望5到9吧，但是呢，我是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每个人他的就是追求和想要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吧。我觉得就是我希望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就是他们，我朋友他们心里是到底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如果他们我的朋友们心里就是只要有这么，只要我们是站在一条线上的，那我希望就是和我站在一条线上的朋友都能出道，就是一直想就是前就是想进步，然后就是有这么一颗就是这么一颗心吧，就是所谓就是初心吧，能在这条线上的朋友我都希望他们出道。只能说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确实，我真的。哇、哦、真的挺残酷的，这个说实话，淘汰制这两个字听起就难就烦。我如果不出道的话，就过普通的人的生活呗，我回去跳跳舞，然后考个大学，然后回去找个工作。7个吧，我7个还有，我还有把握一点，5个我就没太有把握了，因为我就是感觉就是在这5个当中还是有点距离的，就单纯只是觉得不好说。反正我对我7个人还是有点把握的，5个人就不太有把握了。那你得看你淘汰几个，如果你突然淘汰个8个啊，不，你淘汰个7个，那我有点慌。一场淘汰一个，那就他这个就只能促使你每一场比每一场都要表现得好，这样才能保证。当有这个淘汰制的时候，最不该的就是心慌，因为心慌就很容易潜意识让你觉得你就是会被淘汰的那个人。如果你不慌的话，可能还会表现得更好。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该染啥呀，我就想整脏辫，染头发也不是不行，但是所有人都染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就感觉太花了。
当时给他说想弄拉美卷被拒绝了，因为说两边不能踢，现在其实已经踢到最薄了，已经到最他们的最小限度了，已经回学校上学，反正不打算做艺人，因为我感觉还是有，也不能说艺人吧，你得怎么看这个东西啊？我如果我还是要就从事这个艺术行业的话，那可能就是不会像现在这种，就是又要唱又要跳什么的，就不会做爱豆了，也可能写写歌，我也不知道，我其实也没想好，但是我妈就说回去读书，但是不知道我到时候回去读书还能不能行，因为太久了，我每次天天想好不好，也不是睡前想，就是如果你提到这个我肯定也会想到，其实因为平时太忙了，现在也没怎么想过，就是以前可能害怕，我感觉七到九吧，朱子欣、张泽宇、张吉，还有左航、张俊豪、苏俊浩、恩仔、陈天顺，还有一个戴定，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为什么呀？因为比较均衡吧，我就觉得挺突然的吧，因为。我就才来公司不久的时候，每次月考老师都说就是一场月考淘汰一个什么的，但是呢从来没也没有当真的淘汰人吧，因为当时还是很紧张的，那么现在就说如果真的要淘汰还是很紧张，因为都到这个时间点了嘛，而且我们也生活了这么多年了，应该是有点不舍吧，普通人然后到处浪玩啊，到处玩什么的，然后找一份正常的工作，我不知道，我今后再看吧。八到九，因为肯定还是先希望自己能出道呗。然后八个，那肯定是前面这八个，九个加上陈天润，对。但这个为什么说是八到九？因为有一切不是我能决定的因素，这不是我能单单的决定的因素。但这个问题确实很现实。当然人越多越好嘛，因为大家都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你说没有点情感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现实的原因那没办法，但我也期望我自己能出道，所以说我可能会选八到九，反正也希望自己努力吧，这个也不是就是空口就能来的东西，我怎么看我蠢蠢有病的，我反正对这个东西是极其厌恶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既然有一种客观因素存在，那你别让我们主观因素在这儿干扰我们，你说你淘汰谁你自己心里都过不去啊，那你说你成团出道之后，对于我这个人来说，如果我成团出道了然后我还把别人淘汰了，那你觉得我心里会怎么想，这个方法不好，能接受，这是我能接受的，至少说是你自己凭自己本事反馈到市场，市场反馈到你的一种就是你体现你自身价值的一种东西，如果一个人持续有这种高输出然后高回报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人选，还是归根到底还是看自己啊，对吧，反正源头都是从自己然后再循环回自己这儿，如果出不了道那就那还能怎么办，反正就当一个平凡人呗，就是作为一个平凡人，首先你的私生活肯定不会受到干扰，然后你的快递也不会被偷，你门口也不会被录音，然后你的电话也不会每天都会被拨通被打，也不是拨通被打，就会一直来干扰你，然后你的家庭住址啊什么也不会有人来烦你，其实这样的世界挺美好挺清静的，只能说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做一个平凡的人贡献一份平凡的力量，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就是六个人吧，朱日新、苏俊浩、张泽宇、张吉，然后是玉涵、母程，没有理由，就是觉得这样搭配挺合理的，淘汰制好啊，就是很合理，就应该有残酷的竞争，那到时候再说呀，我现在怎么知道呢，我确实可以给自己留几条路，但是呢我现在如果就去思考我不能出道该怎么办，那我也不知道，那你现在问的话那我也挺迷茫的，我觉得最佳的五人选应该就七个吧，我们师兄也是七个，然后七也是一个就挺标准的，这个说到人选那就前七吧，行吧，为啥没有我还在努力中吧。
可能淘汰每一个人，我感觉我们心里或者都不舒服吧。万一那个人是我呢，是吧？分出道，按我的排名来说，是吧？这问题我肯定想过，还是得先把文化提一提，然后考试，或者是其他的。嗯，我希望是啊，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兄弟们都能出道，然后比较合适出道的人选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由我来评判，应该由专业的老师，然后或者是粉丝朋友们去评判，究竟谁适合不适合，应该算是意料之中吧，有点害怕。虽然说是我希望是，所有人能一起，但实际上可能不太可能。然后对于这个淘汰制呢，我个人有点，就是挺害怕的，紧张吧，可能就是紧张害怕，然后感觉那一天已经不远了。继续读书吧，毕竟还是作为一个学生嘛，但是声乐这方面可能还不是太想放弃，然后可能以后会考虑什么参加一些音乐考试。七个：朱志鑫、苏英浩、我、张泽宇、张杰、张俊豪、玉涵。你感觉七个会好一点吗？反正就觉得七个会好一点。可以啊，没意见啊，这是迟早的事情嘛，优胜劣汰也很正常，也不是说咱们关系好，咱们就说也不争了，也不抢了，这也不是，就是说也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嘛。我说呢，反正就是大家想看到的，就是我们就是关系很好，但是也该竞争竞争。然后淘汰制的话，怎么说呢，就不光只是说淘汰这个事情吧，就因为如果真的淘汰制出来了之后，也会更加就是激起大家的，怎么说，动力吧，就是可能也能逼大家再进步一把。我想去当个歌手，然后转型成演员。没有，我想的是当歌手是一回事，然后上综艺也是一回事，但是唱歌嘛，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机能也会下降，到一定年龄怎么说呢，也不是说就不唱歌了，就说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可能二十几岁吧，早一点的话24、25，晚一点的话27、28，就去演戏。因为就是到时候是看，反正如果真的有这个安排的话，肯定是两个都有的，只不过说是比重的问题。演戏嘛，当演员这个很长久，到了100岁，你还能，人家也会请你说啊，你去给别人当个爷爷。我声乐和表演都很喜欢嘛，处女座，就是盛乃奇欢也。我认为是5个，第一个是朱志鑫，第二个是张泽宇，然后是苏新浩，然后张俊豪，还有我。首先朱志鑫是颜值非常高，然后门面嘛，然后第二个张泽宇人气比较高，然后唱歌挺不错的，然后第三个苏新浩比较全能，然后第四个张俊豪属于 rap。 我当然是觉得不想有人被淘汰吧，但是现实又比较残酷，然后我就觉得呢，如果有人被淘汰了，也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如果不能出道的话，计划就是走一个歌手吧，就是创作之类的。我觉得我可以，我觉得凭我自己努力应该是可以。
好了没有？好了。好了。你麦呢？你麦就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先生看房吗？先生，女士看房吗？还没有，因为还没时间想回家。我都到家了，好好休息一下吧，吃点想吃的，比方说那家小区里的炸串得香，然后有点想吃那个板面，我爸做板面得香，可能想要出去玩一玩，看一看这个世界，准备回老家去过过悠闲的日子，好好的放松放松一下。我问于涵来不来，于涵说他说可以，我想休息，然后吃几顿好的，然后陪朋友们去外面玩一玩。就想出去玩，想好了但不方便透露，就想出一次国，但是也不会去很远，想去看一下风景，有先回家玩两天，然后呢再去找左航他老家玩，他邀请我他老家去，他说我多久去都可以，给发信息就行，玩三四天吧。要学习高中嘛，还是挺重要的，对吧？然后所以肯定会补一下子那个之前学校的发的一些网课什么，稍微的补一下，然后可能重点还是在放松，就是休息啊，就是一直不停的休息，休息到上班，演出完当天晚上就要看球，利物浦对阵切尔西英超首轮，第一场演出完怎么敢看呀、啊、就是这种最难受了，就是第一天演完你还不能放下心来，就是还得等到第二天去看我偶像的演唱会，林俊杰，就是能放松几天，然后希望能放松几天，然后听说我们那边也开始军训了，然后说不定还要回去赶开学，回家休息，找我老师摆一摆，找我哥出去打台球。结束以后不是要放一周假吗？基本上应该就是待在家里吧，然后练练琴啥的，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嘛，一年嘛，然后呢就认真练习一下自己的特长这些。自己的节目比较喜欢的可能是《成名在望》，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旋律就是它感觉就分了很多个阶段，就是讲述了在这个路上一路上的不同的经历，我觉得
就是歌很好听，所以很喜欢这个舞台。他是墙，这个是墙，然后转身拉第二个人上来，然后第三个人上去的时候也是接一下，你们这边也是自己分一下顺序都可以。然后你做什么？对，然后但是你们一定要知道它是个墙哦，它不是阶梯哦，它是墙，你们得爬上去。背负过音乐界的重量，才体会每场仗都将来场雨量。梦是把热血和汗与泪熬成汤，浇灌在干涸的贫瘠的现实上。当日常的重量让我们不反抗，到底后才发现荒地上渺茫，希望绽放。穿过了摇滚或糖霜，媚俗或理想，批判或传唱，道路上只能看远方，最远的地方应许的塌方，不停冲撞。看过多少脸庞，看过多少脸庞，飞过多少异乡，飞过多少异乡，少年早已苍茫，少年早已一站又一站的流浪，那旅馆和空港，一遍又一遍的采访和工坊，一双又一双的目光像监狱和高墙，墙里的风光是不是又到处想象。黑的终点可有光，那夜的尽头可微亮，那成名在望是否风光，或者是光脚越过人间荒唐。
这个舞台其实在我们呈现的时候音乐还修改过一次，所以调度也是更改了几次，但是这个音乐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并且歌词写得太好了，很多的歌词我们也都能一下子带入自己的一些经历。其实做练习生这五年对于我们来说有很多内心不敢确定的东西，比如开始的两年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机会进到大的世界，后面的三年又因为特别的时期，大部分的记忆就在屋子里，对外面的世界都没有什么概念，就是在等着时间往前走，一直等下去。那黑的终点可有光，那夜的尽头可会亮，那成名在望会有希望，或者是无知的狂妄。我觉得我们都很无知，因为见到具象化的人和事都太少，因为做的一些梦都太远。其实成名是什么概念呢？怎么样才算是成名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么久了，最后只会变成一个执念，最后有没有实现就看我们一群人的命运吧，不顾一切去做就行。谁能忘那路的尽头，谁在唱，谁成名在望，谁总失望，却更多的谁在盼望。那黑的终点的有光，那夜的尽头天将亮，那成名在望，不管真相，如果你心事中信仰，谁又能怎样，谁又能怎样。感觉这个夏天就是挺累的，就是时间也是在越来越短嘛，时间，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就感觉这个夏天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珍惜吧。没什么想说的，就是感觉是最累的一个夏天，就是非常的疲惫，要准备的东西很多，然后要学的东西也很多，然后压力很大，面临的困难和阻碍也比较多，具体就是这么样，然后还要来回奔波，就是比较累的一个夏天。
这个夏天真的就是感觉特别的难忘，就是在我的人生成长经历上就是感觉是缺少不了的。感觉这个夏天第一次蝴蝶效应开始到可能到现在吧，感觉经历了很多东西，也看清了很多东西，也知道了很多东西，也知道了该去怎样做一些事情。觉得今年的夏天真的是比较展现拼搏和坚持这两个精神的一个夏天。可能上一次就主要在拼搏，因为上一次舞台呢，大家可能准备时间比这次要充分大概 1.5 倍嘛，在一些节目上还能多发发力，多使使劲儿。然后在这一次呢，我觉得就是像我们上一次到这一次舞台筹备中间只休息了一天，中间有一天飞行时间，然后第二天休息一天，然后就又开始进入这一次舞台的学习。我觉得这就比较考验人的韧劲，所以说能体现坚持，就是谁能坚持下来呢，谁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吧。今年夏天绝对是除了出道的那个夏天第二难忘的夏天，也是对于我成长来说是这么一个阶段，算是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一个夏天对于我自己的成长来说，我觉得会比以前快很多，就是我青少年这个阶段这个夏天确实会比较难忘。我觉得今年这个夏天是一个忙碌的夏天，16啊，感觉长大了一岁，但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应该是过了那段很亢奋的时期之后啊，这段时间应该都差不多，就是青春期过了之后，可能15、16、17都差不多，可能到18岁的时候，可能才有一点变化吧，我也不知道。感觉这个夏天让我成长了很多，但是很辛苦，就很多事情嘛，因为忙得要喘不过气儿了。然后呢，我也想对这个夏天说，你真的很累，能不能让空调回家住，不要来这儿祸害人呢。第一点，木志成你很棒。首先就是中考，哎，又兜兜转转又回到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很棒。然后第二点就是回来参加演唱会，就你也很棒，就是感觉在舞台上放开了，但也没完全放开，希望你可以更放开一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大家又在一起了，又聚在一起了，然后享受着最后一年的时光。这个夏天啊，其实也发生了太多太多值得回忆的事情，也有几件事情呢就是非常难忘，所以说希望你好好的记住这个夏天。不知道，哎，就是感觉是一个很特殊的夏天嘛，啊，因为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呢，也是开了好几场演唱会，可能就是心理上有一些变化吧。啊，因为见识到了更多的事物，可能是这样子。这个夏天挺难忘的，经历了很多，然后感觉这2018年的夏天是最美好的。那就给这个夏天说拜拜吧。感觉这个夏天过得很快，之前人们传了一句话叫什么，我也具体忘记，应该好像是就是感觉时间过得越快做的事情越多吧。
这个夏天确实是感觉非常紧张，因为一个夏天又筹备了两场演唱会，然后给的时间也挺短的，然后再就是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呢，可能是我稍微长大了那么一点。是一个好的结束，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就一个阶段的结束和一个阶段的开始。参加出道战之前那个阶段和参加出道战的时候，参加出道战这一系列的开始。今年这个夏天呢，感觉有很多地方做得不是很好，然后想说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自己努力就行。